我是傅彦堂，我是刘一亨，我们是中部物件数最多的频道，对，那我们的物件 CP 值也最高，对，记得看我们的影片，一定要按赞，开启小铃铛，并且要订阅，对，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架的物件，对。看我们的影片，不喜欢我们没有关系，喜欢我们的影片，因为我们都是在做功课给你们看，帮你们做功课。好了，都可以啦，不用到现场啦。好，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那个合法的，合法的厂房，而且这是非都市计划内的，特定农业区啊，在潭子对74号旁边的。那你一定会问我，为什么它非都市计划内，而且这个刚购的厂房新盖没有多久，它可以合法？因为人家就是厉害啊，他就申请农业设施啊。对啊，人家就是厉害，农业设施，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们今天很厉害的话，早就很有钱了。来看一下我们位置在哪里。在慈济旁边。对，我们就在慈济旁边。对，也就是说有一个叫生产线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旁边，在丰兴路一段350巷里面。对，丰兴路一段350巷，然后呢，这边齁，慈济医院在这，74号在这。对。慈济医院就在旁边，慈济74号也在旁边。对。所以交通还算方便啦。对啊。如果说你要。但是进来不是很方便。进来大车齁，大车比较进不来。对。因为它的路。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铲平的。目前是长草的状态齁。这是我用我们的车铲平的。用我们这一台。小黑铲平的，厉害！我们的战车，我们刚才是那个踏着草堆进来的，对，不是踏着尸体进来的。来，好，厂房很大，非常大。对，那它这个呢，地坪呢是583坪，那这个厂房的坪数是346坪，346坪很大，很大哦，你不要看哦，我等一下走到那边去，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大。对，那它这个进来的路。路权有没有问题呢？它其实啊，它前面这边这一个草堆，你不要小看这个草堆，它也是有买路权的。对，它买了15坪。为什么它583坪，然后只盖建坪346？是因为它有买路权？不是买路权的关，跟路权没有关系。不，那个扣掉的那个地坪，不是不是，农业设施它能够申请的面积是有。有限的啦。对啊，它不可能全部盖满了。对啊，500多坪不，它就是。你算一下，它总建坪是几坪？总建坪它只有呈现出来是386除以583等于多少？346，346啦。346。346。346坪。嘿。除以570啦。570除以570。60%啦。60%的建蔽率。对。就跟我们的那个建蔽率和容积率是一样的。差不多的。我们进来拍。哇，蚊子都一直，因为我们刚刚铲平那些草哈，它里面没有灯啊，目前都没有灯，但是有电。电你刚刚没有照，等一下照一下。还有电动铁卷门啊。对，等一下照一下那个。那就一定有电了。所以里面就没有灯啊。我有带这个老公帮我开。不用开了，这样就看得清楚了，这样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真的吗？真的。好，上面也拍一下。它也没有采光罩啊，全部都是屋顶的。对。这个大概是五米挑高吧。大概5米左右。高度啊。你怎么看？你怎么看？2层楼高啊。2层楼高。2层楼高。但是比2层楼再矮一点点，大概就5米、啊。我刚刚才去车上拿这一只。5到6米。5到6米。5到6米的高度啊。好吧，方方正正的，非常的方正，非常方正的厂房。那它没有后门。对啊，为什么它没有在开铁卷门，就开那扇而已？而且没有厕所，什么都没有。它有预留吗？我看一下有没有预留。我就说要开灯哦，带这一台下来就是有用处的哦。没有，没有，它没有预留线路，没有，没有预留那个。化粪池要自己挖啦，这个要自己挖了，要自己挖化粪池。老公，看清楚一点。对啊，看不出来有，看不出来有管线。真的哎。没有，就没有。哪呢？因为农业设施其实规定是不能有厕所啦。
哦，对哈，来看一下，对，真的没有哎、欸，它没有预留。哎、欸，这对对，设施啊，在盖的时候是规定不能，所以是那个什么，那个一般都是那个流动性的那种厕所，对不对？流动厕所，你可以用流动厕所。那现在这个怎么办？如果要增加厕所嘞，就自己盖啊，自己花钱盖。其实我们像，我们有很多厂房类似这种农业设施的哈，都是买方自己买来之后，自己盖厕所。然后当成一般的厂房用，蛮多人这样子。嗯，好，看一下我们的电箱。电箱在这。这里还有开一个小门呢、啊。嗯。这个小门，我看一下有没有用处。它后面外面就是。我觉得他如果很聪明的话。它是排水沟。不是，我觉得他那么聪明的人。他有啦。你看，有化粪池，对不对？还有那边有预留空间，你看，那边有预留空间。我觉得他那么聪明的人，老公，我还没讲完。哦，他那么聪明的人，为了要好卖，应该会预留，但是不会做出厕所来。留一手，他一定会留一手，让你有一个扩充的空间。对，留一手。我是刘一恒，大家好，我是刘一恒。留一手，对我喜欢。啊，它没有开窗哈，全部都没有开窗，窗户要怎么开你自己决定哦。来照下来，那当然是新的啦。对啊，啊新的，只是告诉你说有这些电，这个开关，重电用的，对啊，重电用的开关，自己申请，啊要自己申请，对啊要自己申请。那目前就是有这个变压器，小台的变压器而已啊。这小台的变压器我没有拍到，等我一下。没有开窗，没有。开地后那个后门只有一个侧门啊，所以要由你自己决定。好，买来自己弄、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开下去看看？还没，我们要看去后面看一下。哦，对哈，后面还没看。看一下它的空地，这边也有排水沟、哦、啊，这里也有排水沟、嗯，所以你要厕所要坐到那一边也可以哦、喔。只要有排水沟啊，你要坐厕所就不难。我就说他会留一手啊，好了，他那么聪明，你就说他会留一手，是你说的。很方正的厂房，他的土地其实也还算方正。走快一点，走快一点。嗯，他后面也有一块空地，500多坪，60%盖了60%。好，那这个空地你可以拿来停车，车子可以停在后面，对啊，当员工用的。那个这边草除一除，除一除就很好用。你看啊，它这边有一个边，完蛋了我。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勾到，那个蛮刺的。你看到没有？这边边在这里。嗯。还蛮大的，你们看到那个边边？后面就是应该是水利地了。对。后面是水利地。这边有一个围墙，你们看到？对。好，拍到了吗？那我们这一个空地。Okay.虽然长满杂草，但是哈、哦，你把它弄平之后哈、哦，除了草就哇，这个可以停好好多部车了，可以停好几台车了。对啊，好。那这一块哈、哦，大概3吨半的车出入都没有问题。如果大于3吨半的车哈、哦，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6-7吨可能还可以了，6-10吨以下了。哎、啊，对了，我们还不知道深度大约有多少。深度吗？从这个厂房。的深度、去那边量吧，因为这边都是草。这边啊，这边开始哦、喔，我这边开始哦、喔。好好，这是扣掉空地，扣掉这个空地。对，它的面宽了，面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你要从那里啦，你要从那里，要不然等一下你。35哦，35，等一下哦，等一下。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大约49。好，我们就算45好了，面宽啊、喔，大概45米，那深度啊、喔，
只有300多坪。深度。好，你算，用你的步伐算好。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十四二十五。24米，好，面宽大概45到50米之间，然后深度大概也是23、24米，好，就是一个1:2，啊，长方形的方正的长方，嗯，非常好利用。那后面好，可以停车，后面那个空地可以停车，这边可以当车道，好，然后旁边这边好，你可以弄一个厕所，啊，这边。就是这边过去，这边有排水沟啊，这个排水沟过去后面有一小块空地可以让你做厕所，然后这个是它的电表，双电表，还有两个电表，哎、欸，一个啦，一个电表、欸、你小心啦、啊，一个电表啊，电表，我看一下哦，双向智慧三项，这是三项四线，这个是三项电哦，它有三项的电啊，它有动力电，有动力电啊，它是三项的电，三项的电一般就是380伏啦，啊，380伏啊，动力电，嗯，然后怎样，老公？然后这高度刚刚有讲过，大概5-6米，五米多的高度了。对，啊、没有很高，但是那个小那个你要坐天车还是可以坐了，啊，还是可以坐天车。啊，然后你要当仓储，啊，仓储也可以。你这样，对啊，你这样就把药给擦掉了。没关系啦。好，因为快结束了。对，因为。好，我们等一下那个药对你没有作用。我们等一下要破釜沉舟。等一下我要乘风破浪，开这个草堆。等一下我要开下去，刚刚开上来，现在开下去。啊，哇，开下去压力好大。好，我们等我开过来的时候，你再上车。好，我先把那个电开下。我们把铁卷门放下来，它是有电的哦。啊，目前是有电的。那水，对，啊、它没有水，水要自己挖地下水。哦，要挖井水，要挖井水。好、哦，如果你不想挖井水，要用自来水，那请你花200万自己拉自来水的管线。好、哦，因为他们有评估过，如果要申请自来水，需要200万。好、哦，自来水的话要花200万，所以我们觉得井水会比较适合、哦、自己挖井水。哇，神逆光！那这个路是真的可以出得去啊，因为我们刚刚就是这样上来的啊，因为它只是长满杂草而已。老公，你要帮我看清楚一点啊，因为逆光啊。啊，那我帮你看喽。好，可以，可以，可以，下来吧。好，可以，可以。哎，我的妈呀！因为这里太久没有了，这个下面也有排水沟，而且前一阵子一直下雨，所以呢，这个草呢，就算是割了，它又生了。所以你买了厂房之后自己铺水泥，啊，向左转，因为它目前还是农业设施了，所以买了之后要自己铺水泥。老公，啊，那这边有排水沟，有蚊子进来，你要开窗吗？还是等一下再开？等一下再开，离开这边的时候再开、嗯。对对对，要不然会有更多问题。我跟你讲，其实这个轿车很好开，因为长了太多杂草了、嗯，所以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会怕怕的。你看我都敢开了，女生都可以开哦。女生，嗯、我是女生吗？嗯、我是女人、啊。你是女汉子。好，我是女人。好啦，好，这边外面也有厂房啊，是别人的厂房。好，我要开窗了，有蚊子跑进来，真的，它会叮你。好、哦、啊，出去就是丰兴路，很近。嗯，等一下你看的话，出去就是、对，我们往那个慈济的方向走。啊，这边出去的路，
啊，那个十吨以下的车都还可以了，超过十吨的就不行。是不是有草夹在那个轮胎？没关系啊。啊，不然我为什么会有声音？可能有树枝吧。嗯，我们在铲草车吗？看到了吗？这个红绿灯。对，就是枫新路一段啊，这也是枫新路一段。对，左边是往慈济。那这个是草莓园。对，草莓园。左边呢？观光草莓园。左边就是慈济了。慈济。那右边呢，就是往那个潭子的区域公所，区公所，也就是警察总局新市镇。你要左转右转？左转左转。OK。因为会买这个厂房的，一般都是住市区比较多。好，这个就是慈济，啊，这个就是慈济了。当然啦，你如果买厂房的话，要那种路大条的，在大马路旁边有。等一下，你看蚊子还是有，它会叮你哦。等一下，让它出去。奇怪，你的血那么好喝吗？因为浓度够纯。啊，好，这上面那个高架桥就是74号。嗯，那我们这边离国道4号的交流道也很近，啊，也很近，啊，大概2公里的地方，国道，对，差不多啊，2公里左右。啊，然后右前方过了74号之后，哈，就是基捷，啊，基捷特区，就是北屯的基捷、Costco 啊，都在右前方这一侧。老公，你要我一直直走呢，还是直走？好，往中途路的方向，这个上面正上方就是74号的，对，没错，高速那个高架桥。对，啊，前面就是往北屯了，哈，啊，这边就是往北屯。嗯，这边有一个地方法院，简易法庭，对不对？对。台中地方法院跟台北士林法院齐名。这边慈济左边啊，后面几乎都是他买的地。哦，那边我们也有别墅在买。100多坪，190，100多坪，190，110几坪啊，要3000万。对。哦，要3000万，等于一坪要抽签别墅了，等于一坪将近30到40万。三十，以地坪来讲，一坪30。嗯。好，这一条就是军工路了。当然是枫新路一段，过了74号，就这边就是军工路了。啊，衔接起北屯，右前方哈，右前方就是基捷特区。啊，这边就是右边的，就是基捷特区。对。我们除了会卖房子以外，我还推荐前面你们看到那个什么慈善宫，那边有，只要是差不多大约秋冬的时候，他会卖兰花一盆，99+1，100啊，对，99+1，很便宜啊，蛮大的，对。不过他好像是再生的嘛，对，他不是母生，他不是母猪，他是仔猪，这是我们的那个花店老板娘教我们的，对。母猪比较贵啦，贵了3倍，所以这是仔猪，对。等一下，又有蚊子。他现在夏天，因为兰花哦不好生存，太热了，所以他就没有在卖。所以我刚刚提到秋天、冬天的时候，正是他大卖的时候。好，继续走，就要接到那个松竹路了。这边有全国加油站，大概1公升大概便宜1.5块，1公升便宜大约1.5块。对啊，全国加油站的，如果是 Costco 可以便宜超过3块，但是你要排很长的队。那全国不用排，那干嘛这边排队 Costco 呢？那还你排队不是也是在浪费油钱？这边也有一家全国，不过我比较喜欢里面那一间。对，那两间不同老板，应该是不同老板，因为价钱不一样。这间比较贵一点。右转。这条就是松竹路了。确定右转哈，哦？右转，我不是左转，我是说右转。哦，右转，好。我也被叮了，好痒哦。好，那我们大概说个结语啊，就这间不知道各位老板们适不适合你们。哎呀，那8000万
总金额是还蛮高的，但是因为这个是难得的物件，难得的大地坪，而且还是合法的，合法等于一坪多少钱？合法申请一坪137,那很便宜啊，一坪13万7,我们要便宜就找这个啊，合法厂房，因为很多不合法的厂房都超过15了。对啊，那这间、就是、没有保存登记，这个有保存登记啊？对啊，有保存登记，然后只差没有水而已，电也有了，然后化粪池也有了，也有动力电。还有动力点，对啊，那个不是化粪池是没有啊，自己挖，但是还有保留。不过你们真的做那个排水沟，整个基础工程都帮你做好了。不过我很怕你们给我，虽然是开价是8000万，然后给我砍大刀，然后还要包含就是说还要把你的水做好。啊、你有出价，我们帮你议价。含水嘞？啊，含水哦。对啊，如果你不一，如果你8000万来买，我请那个地主帮你。帮你弄好水源给你，这要讲清楚。你不要砍太多，你砍很多，然后又要包含水，就难了。对对啊，真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请水吗？因为要200万。对啊，花不下去。对啊，他会预算说觉得哎、欸、不对哦，我这样子的话就赚没有多少钱了。对，因为他这个成本是蛮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潭子的农地很贵。非常贵，而且你知道那个钢骨结构盖了300多坪。对，这个虽然它是农业设施啊，但是你可以，如果你有农地，你自己去申请看看可不可以盖得起来。所以我就说这个秋哥爱告抽才有办法盖的。嗯，我们刚刚就是有点笑谈风声，请见谅。没有，我们吼，我们这次严肃以对啦。哎呀，因为这个是这种8000万买卖不是开玩笑的，啊、那当然啦、啊，我们他可以做什么啊？当然你就是做农业设施的仓库，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弄农产品的仓库，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啦。啊，如果是做一般的仓库，我觉得可以做看看啦。啊，但是你要搞那种什么机械加工啊。一些有的没的，我们当然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啦。但是其实啦，这种厂房也很，就是虽然说没有保存登记的，也很更多、啊、他们也是拿来做机械加工之类的工厂用途也很多啊。啊，你自己去斟酌去考量啊，看看你可不可以接受啊。你的这个厂房真的是够大哈、啊，总共346坪。346坪，那看你，如果说你觉得合用，赶快跟我们联络。这边就是集结特区哈、哦，然后右转就是那个 Costco 了，要绕过去吗？啊 ，Costco 从这边右转吗？还是前面？是前面吧？前面，你有没有看到大地商场？哦，有看到，有，对啊，这边离 Costco 的商圈真的非常的近啊。对啊。嗯，没错啊、哦，所以它一坪十几万就是这样了、啊。对，要不然的话，你这边的工业地随便都是一坪要40-50万起跳。我知道、啊。可能如果有工业地哈、哦，一坪都是40-50万起跳。你是说空地呢，还是上面有建物？空地，只有空地而已，就要40-50万起跳啊。那也这边的建地啊，建地一坪哈、哦，大概已经来到80万以上了。对啊，80到100万，甚至有一些开价超过100万了。那个老公、哦，对，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这边有一个夜市，他一个礼拜开5天还6天啊？5天？我不知道，就这个右前方的夜市。对，5天。那个叫总站夜市。对，5天，一个礼拜一个星期开5天。敦富一街，啊，敦富一街这边，我觉得是有钱人的夜市，里面的东西真的还不错啦，有空可以来逛逛。啊，再过去一点就有一个全联，有没有看到？因为这周遭都是豪宅，所以我才说是有钱人的一些事。啊，哎呀，你等一下要不要买你喜欢喝的泰式奶茶？哎、欸，哦，你要进去买吗？我们可以去逛 Costco， 然后再走路去。那你现在是要我开去 Costco 吗？这些人都排队到 Costco 哎、欸。哎、欸，对，好，算了，我们不要排队。对啊，这边有停车格。你也要看要有位置啊。哦。那是因为今天假日的话比较难。哦，对，哇塞，天哪！他刚刚你看都是排站，这些都是要去加油的。
台湾站的、全部都要去加油，就去全国加就好啦。连露营车都来加油了。哦，露营车。那为什么不要去全国加？全部都，他们为了省这一两百块，你确定吗？可能我大概可以多省个100块吧。哎，这里有一个位置哎，你有要去 Costco 吗？嗯，看你啊。泰式奶茶要买吗？看你啊。哎呀，都看老婆。我又没有决定权。好啦，快点，结语啦。好。这里你看，这边盖正在盖满。三房盖满盖好，三房2000万，两房1600以上。哎，这边老公你有案件吗？可以推荐的吗？有，同事有接，同事有接了。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好，那顺便帮我们介绍客户。对啊，那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转发分享。好，那我们的频道希望你们可以订阅下去，我们的物件数是最多的。好，每天都会上架新的物件。所以一定要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啊！我们物件就是中部最多，好，你不用出门，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土地、房子，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不怕你买错，也不怕你买后悔，就怕你们不来找我们。对啊，我们都讲的那么仔细。对，那我们所有拍摄都是一镜到底，一刀未剪，没有剪辑，没有广角，没有美化。好，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滑平板。看 NJTV 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清楚明了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房子哦。对呀、你看我都把车子开到那个把那个草给它压过去了，然后再给它压回来了。好，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好，记得要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谢谢，谢谢大家支持。对，拜拜。哎、欸，老公，我下去买啊，你在车上上广告。好好 ，OK， 拜拜，拜拜。Thank you.